在台湾中北部一带庙会盛景当中，最引起人注目的，除了神轿以外，应该就是这个大神像。大神像有人叫做大神翁，或者是大神翁啊，也有人叫做董阿珍。伊是一种化妆的神像，有一个人美在咪内底，光伫个人，较无法惯的迄种，伊的动作比较较大，嘛较趣味。宽度较悬的，伊脚步就较窄、较颠倒，真正庄严，也真有气派。除了顶头的趣味之外，大神翁佫代表甚物款的宗教意义？到底大神翁是予人人的翁啊，或者是予人尊敬的神像？咱即马就同时来探讨大神翁真正的面貌。大神翁阿珍，按伫民间讲做董阿珍，意思讲伊大仙大士，比一般诶顶头会较大仙。咱伫北管啊，了后研究诶人，大家拢会当了解。伫清朝同治年间啊，在即个宜兰地区，即个北管啊分了两派，一派是西皮，一派是福禄。咹，即两管啊互相暗中咧较劲，咧拼管。尤其是伫即个神明庙会惊神扰境诶时阵。听讲上海原始早，这个西皮派，因就用这个铜铃啊来增加闹热，来打闹热。那引起了这福禄派啊，因就光出了这个李罗车大神啊来甲对抗，意思讲叫做李罗车求良金。那这事件引起了这个西皮派不满，等下因后摆的这个神明庙会时阵啊，因就拿出甲大神这个李靖、兔大天龙李靖啊来这个打闹热。意思讲，做李靖修罗车，啊，一来一往啊，引起真闹热，所以说大概伫宜兰地区啊，发展一个故事。宜兰古名甲巴来，台湾头一个化工业文化入关的所在。因的东山河甲歌戏，会使讲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另外，因了保存着真侪丰富的民俗活动甲民俗技艺。今日咱所要拜访的，也就是伫大仙人的制作上，全省有出名的金冠绣庄。福州来是本来十七岁，来因老市仑口遐吼，因老市仑口对面吼，来台湾就做这了，差不多做这开始有拄来这里，今年拄来，较早是较少了，即马较侪。客家庙宇较少，新化庙宇较少。新化庙宇普通庙宇有土菜的大平安，那宜兰的台湾块是有人较少。是讲咱做会使讲一般，伊台北到宜兰到从宜兰过来，拢多少拢我也做，去得多。拢咱也做较出名的。手罗较好，真是较好，所以讲日本时代做高砖无变化，啊，为什么工头较粗去？哦，有位，咱遐干钱伊人较少，啊，别位干钱就较，啊，你讲土著菜有这样啊，无感觉，听得着？所以讲咱伊人诶，价钱较低，可能工夫无偷就对。一个车号、客车号，哎，一礼拜，一木来对吧？啊，你都家己过图，家己小看一下呢。家己算讲，家己小设计讲啊，差不多长度到偌济偌细安尼来讲吼。啊，咱靠咱的，因为我做久啊嘛。你本来是爱过图，本来是要过图啦。咱拄头要做是要过图，不过算讲，咱做到尾啊做熟啊，就免啦。这厂爱看对，看大。内底个咱算讲吼，安尼较袂变，较袂裂开。来，予自然风干就对，袂使讲说啊，咱伫外口晒太阳，这样就变了。
每一个人的造型，这有拢真特别的造历史的迄落啊，哦，还是讲这武将啊，他的造型就不一样啊。参考于自己经过这个过程，嘿，经过古书啦，咱算讲有较早古时啊，搁有通听老一辈人讲，啊，讲这安那安那伫遐来。怎么办？啊，以后没有人磕了？有啦，应该是有啦。 少年，比较少，就对了啦。咱算讲说，现在孩子对无，咱这个刻这个物件算讲比较较无破啦。啊，感觉这个敢，大家刻都咧刻擦。啊，你即马少年囡仔对无？大家嘛是要来去诶拍一下，是讲工程啊啥对无？但都哦真较少把紧，伊就算讲爱较凉，对无？对，算讲是安尼嘛。 所以讲，这种物件甲咧算可能就是酷炫个，就算拉酒。金冠绣妆算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家族事业。三个后生分工合作，第三个负责头盔配件的制作，老二个负责衫裤的绣工甲组合，老大个就承担淘宝的雕刻甲红仔粿制作。全部组合完成了后， 才由陈老先生来做品管的监督。大概只有这款家族的同心协力，才会当让传统的手艺继续生存落去。这个是阿明的是哪？这个是阿谁啊？这个是领衫，哦，这个布，哦，啊，这个目睭看得出来的，哦，目睭看得出来，哦，这。 意思是安尼嘞，意思清一顶正价呀？哎，正价，这是从正价。是安尼，伊还是收一个西头蝶只。西头只好看。有好看呀？有好看，然后做木鱼只好看。哦。这是切较大嘛，较好看。哎嘛，做敢讲艺术鱼安尼，安尼大家学了好看嘛，所以讲，即款内拢改了就是。 阮是台中的清水龙胜宫来，啊，就来遮请这个千里眼甲顺龙义将军，因为这个咱即摆这金关店是经过吼，咱台客吼方便北部啦吼，江南部的凤门啊，是咧查阮去看一下吼，这金身吼，也是遮讲做较好，手艺较好啦，啊，而且有较有这种的文化，咱的民俗文化伫遮吼，啊，所以阮才来。 来遮甲定遮定做这两村，伊是咱拢一队安尼啦，像种像讲清理干啊，顺风伊安尼一队是十八万。阮即马这吼，主要是放伫庙做定点啦，定点啊啦，讲要阮神啊，讲要出巡吼，啊是讲要挂火、挂进香吼，啊拢是爱出门安尼。啊，若平常时阵伫庙做定点的。 清山宫起造伫个清朝咸丰人诶，已经有一百三十八年诶历史啊。清山龙也叫做龙安尊龙，是福建泉州人所服侍诶神。泉州人认为清山龙甲城隍爷共款，是管理地方上诶司法、警察工作。因诶左右服侍有六部司、文武判、甲七爷八爷，所有诶体制拢甲城隍庙共款。所以万甲地区都无搁起造城隍庙。 都由青山宫来代替。今仔日就是青山龙暗访的日子，庙内管代志的人无闲，次次伫咧发落出发进前的工课。另外，是万甲国寺庙来到了一个重头甲神殿，属伫咧青山宫的檐下甲主题班，嘛即个伫咧传，准备点一个卡手。庙内大神翁，那亲像感染着闹热的气氛。 就伫个人两入去了后，大神翁就开始活动起来，踏着震动的脚步，行出着庙门，一年一度的青山龙暗访活动，就安尼正式来开始。
大城啊，量的区域啊，大概是伫即个中北部一带，宜兰地区，像即个宜兰，宜兰城隍、宜兰东角台地，拢会发现有介侪即种大城人啊。台北的三大庙会，就是讲下海宜兰城隍、大龙宝宜兰大德宫，啊，甲即个网家宜兰青山楼等等啊，这三大庙会啊，介侪即个大城人啊。在中部，大甲妈祖落南部来。绕境进乡，也会当引起整个沿线的乡路啊，带着大城人来这个庙会。那么是安怎伊会在中北部流行呢？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中北部是北管流行的区域，因为这历史的关系，所以大城人啊变成因在庙会当中介侪的这个阵头。第二个原因是，中北部一般的阵头啊拢较少，只好啊。在闹热的时阵，就用大城人啊出来斗闹热。嘛，第三个原因啊，可能是讲大城人啊较有一个宗教趣味，比如讲七爷八爷，因会有一挂五彩糕钱啊，啊是讲电光饼，或者囡仔来吃来炸饼啊、食饼啊等等。所以在中北部安所看，大城人啊比较较南部较发达，但是落水客伊人嘛就较少。青山龙蛇景是邦家地区上重要，也是上盛大的祭典活动。伊的规模会使甲大陆埕的下海神王祭典相比拼。青山龙祭典为咱人十月二十甲十月二三为止，总共举行三日，头两日是暗访。暗访了后，青山龙的神轿带着众部众，伫个旧邦家的大街小巷踅来踅去。游行的队伍排到路路长，西景的路线差不多有十二公里。沿路除了家家户户拜香换祭拜以外，上大的特色就是各角头伫交通要点设大型的神坛，内面拢是大神翁啊。游行队伍若一个到，炮仔声随时就砰砰叫，梦烟散雾，场面非常的热闹。我觉得大城人很像是我们中国属于这个假面舞蹈的一种形式，那么源自这个上古时代的图腾的一种祭祀，这个原始宗教社会里面的祭祀巫舞或者是挪移祭典，甚至于百戏艺术里面的这种假头兽面的舞蹈都可以算是它的一个前身。事实上像这种大头娃娃式的这种假头面具式的舞蹈在大陆也是相当盛行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大头娃娃的舞蹈它并没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表演方式，那我们现在在庙会中所看到的呢也大部分是以八字步的一种方式在行走着，但是呢有时候根据着它所扮演着这个神明的这种角色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以很细碎的步伐或跳或跑，也产生了一种逗趣可爱的这种效果。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观看很多民俗义阵的表演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人把我们自己一种行为的一种方式做一种投射然后把它就说把这些神明人格化，然后呢把他们的这种表演艺术加以组合表现出来。这个吉安城吼，差不多民国的初期成立的。其实你徛在那拜拜这个青山王，后边这个萧万里将军啊，阮的负责来当管理。起码阮这个啊，阮都不管直直去招啦，拢是古早的啦吼，差不多三十通啦，像无偌济啊，无怎么白相直直招。
啊，你这个无遗存的嘛，这款叫啥人味？你即马去叫人啊，年轻的大家要 KTV 咯，什么一款的卡拉 OK 咯，你啥物？这款的都无人要，干那出钱搁出力，也无收入，所以啊，就较无人要一款的，这款即马真少。阿咪来许练的嘛，拍身体就啊七八下工有钱的咩咩，阿咪才拍这款。啊，即马的这新的哦，都是用一级、二级、三级的再来哪拖的哪拖。啊，来这款有些出来，迄有型的，中间较普通的路线的这款的哦，我因就去请。啊，你若讲这要请这新疆哦，是简单啦，不良的嗜好哦。啊，甲身体健康啊，大家都会使有食，这真简单的啦，啊，无迄啥物嘢啊。我虽然就是大人家，啊，虽然就看较大汉，所以这一半仔是兴趣，一半仔是讲咱对这个信仰的问题。阮厝内人对这个林安村拢啊真信仰，所以我家己有这个兴趣，啊去参加这个迄落。明星大会，因为我本身进前我就捌去学别项过，毋过我学个甲这是无同，我学个是舞蹈，啊，尾了我来学这落叶的时阵，吼、哦、是看因内底一挂老会员吼行，感觉因咧行脚步袂歹，缀因学啊学起来，家己因为咱家己有赢过，所以咱知影讲迄个技巧咧倒位啊，啊，怎啊家己哪出来摸？学起来，这步伐，那一般踮咧路的时阵是，当然咱行的步伐就是讲，那落也是八二脚啦，吼、哦，伊咧行的时阵就是敢若是八，吼、哦，啊，足侪这行的路的步伐哦，足侪款的啦，一个人行的无同款，吼、哦，啊你若讲行的时阵是看款是情形，有当时啊你若讲，哦咱咧过车尾路咧看的时阵。你无法度讲照迄步落去行，因为你要交通指挥，你袂使讲去影响着交通，所以讲你有当时啊着爱用走，也是行较紧一寡，迄就无法度讲照这步落去行。啊，你若一般讲来讲，要入去庙的吼，也是得到人的庙要拜，吼，这着爱照这个传统中吼，得八二步落去行。啊，不管到啥物庙，就是拢爱行八二步，落去也就是行八二步。啊！我会参加这个，就是阮阿公，虽然对阮阿公咧走，我请这个机会，伊请三几年啊。虽然是在伊底咧走，底顶头咧走，所以我会参加完全嘛是算组团尔。虽然对阮阿公咧，因为厝内有这顶头伫个嘛，啊，自然就介意才参加这个。我起先五岁啊，啊，虽然咧行路自在，讲哦，八里坡渡啊，搁在白纸。对八卦的摆字，一拍子都会行，都会行，哦。主要是这样，啊，主要你行，你请，你咧请，还是人替，你姿势，你就好。啊，因为咱本身是现在这种大细安尼吼，武民啊，武民，所以虽然你行路一般来吼，有较靠近，较近一点步啊。像虽然最主要也是这个跑，伊、这个。这个跑的问题，哦，因为伊要看的这范围小嘛，高嘛，啊，伊跑啊，伊若伤兴了，就转袂行，转啊等啊，伊这沿线伊阵才走啊落去。到着半暝，会使讲是人马困乏。不过人家讲隔壁亲家礼数完整，何况入庙进前的礼数是大代志。国寺庙顶头，还阁是喙齿紧加咧，伫庙前拍拼表演功夫一点。大神人伫过火入庙了，就敢若亲像加几啊消防共款，
姑会当任人安排。忝到底，人嘛着休，神嘛着休。因为第二天还有一站真长的路要继续行落去。阮遮拢大家食一般薪水的啦，对，有电力公司啦、合作社啦，啥物，拢一起码拢差不多一般薪水了了。啊，起码嘛应该是哦，大家消完，大家较伊讲的，大家较尽心的啦，大家较尽量避免有遐摩擦啦。啊，阮就敢若然后咧对七三公啊、四巡的啊，都休的，也无啥物代志。啊，这哦，因为讲伊的人心哦。关系都敬畏啦，所以即摆尽量即身敬畏啊，利用最短的时间来顾物价。啊，这就是在个人你内底咧人的人吼，伊、所发挥出来，伊腰的用力吼、以及伊脚的用力吼、才有法度讲吼，即、这个心脏活起来。达成到讲啊，变敢若咱人咧街仔路行路同款，同一般。你我金庙啊吼，表庙寺啊吼，啊你迄个北馆自然就自然这个北馆的吼，北馆啊，哦这个对着伊就伊就拍落，白纸就拍落去啊。哦，啊迄阵咱开始做动作啦，开始伫咧庙吼，啊就去啊吼，去啊行三下地吼。啊，搁有诶是倒来，再搁请倒来，吼，啊，再前后倒去，啊，无就上坡倒转去，真是啊。一般阮咧行做，这也无人教，这头路是爱家己想啦，尔，这也无。接伊当来，按对外省人诶观察啊，大概有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讲，大省人啊，参主神无在阮有关系，较早。主神出巡的时阵啊，比赛讲妈祖，伊的大神翁啊是千里眼顺龙女。但是最近咱看，不只是安尼尔，咱看到比赛有达摩啊，有土地公啊，有太子团啊，等等这個，甚至有这川中李白啊，出来到老街。所以情伊的情庄严啊，伊的情界的部分啊，愈来愈多。第二是讲，咱看到济公的大神翁啊，大量的出现。这大概民国73年以后，台湾旅行大家都六合彩啊，关系太大，因为最近有出名牌。那么讲到这，我感觉大神翁啊是一种比较宗教的信仰以外，要有是凶啊宗教趣味。安听个改变淡薄啊，比如分五彩歌钱的时阵，安听个佫增加一小可仪式，啊是讲这童子团啊、太子团在表演的时阵，听个撒娇啊、撒奶一下，我感觉安尼我增加一个宗教的趣味啊。大仙人一直拢是迎神赛会当中的配角，为传说中北关西皮福禄两派并阵的工具，到着今仔日迎老日的宗教趣味，大仙人拢是扮演着斗老日的角色。虽然伊无啥物特别的技艺，不过咱相信，凭伊特殊的造型，甲着复杂的款式。大仙人啊，依然会继续出现伫庙会当中，接受着咱大家的注目。